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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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月11号晚上九点，好久没来，晚上十点，好久没来，啊，好久没来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要不我，还有一部最近刚刚上线的电视剧《了不起的地小姐》，《了不起的地小姐》啊，刚刚上线的啊，爱某艺的那个平台啊，爱某艺的平台，这个三部作品，《了不起的地小姐》电视剧，还有《暴走财神三》，《暴走财神三》电影，还有电影《生死足迹》啊，这个三部作品啊。有时间的话大家去看一下啊。爱某艺，对，都是我参加的作品，三个作品啊，近期刚刚上线的啊，对。見に来ます。体に気をつけて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然后今天发布的新的视频大家看了没？还没看的朋友去看一下啊。我的这个视频的怎么说呢，形象风格稍微改了，对，稍微改了，是男多女少还是女多男少，日本的多少我也不知道，还是女的多吧，跟中国一样吧，应该是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这么帅啊，谢谢。最近我在国内，我会注意什么啊，交友要注意什么，注意什么哦，交流注意什么，要注意什么呀，对，这样的话会紧张，对。轻轻松松，保持自己就可以了，对，只要是自己开心，对，自己舒服，对，这是最重要，对，加油，中国话加油，谢谢，好，老师晚上好啊，那如果时间合适和安排合适的话啊，应该是五月份开始了，对，目前拍戏吧，大概是六月份吧，应该是，纪录片，那具体现在不能讲，但是的确是很大的项目，对，美食类的吗？也有美食的东西，但是美食是不是主要的啊？对，带的什么货？生活用品。浩哥在隔离吗？没有，我一般正常的生活。对，现在可以，我可以住外面的。对，白嘴香给一段，白嘴香啊，好喝啊。二哥发两一起我今天啊，谢谢。后面的电视剧在放啥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戴眼镜呢？因为我眼睛不好，看不清。我不戴眼镜的话，看不清那个弹幕的那个字幕，没法给你们回答了。对，越来越年轻，精神了，比以前更年轻了。哦，谢谢。浩哥，四川话说的怎么样啊？有的，
是这样的，水果谢谢。第一次看直播献给，然后我就谢谢。哦，第一次看直播，我之前比较来过好几次呢。呵呵呵，你要多多关注我的视频哦。连续主播带货知识插播，哈哈哈，带货知识插播，再努力努力，破100万。嗯，对啊，应该努力的。嗯。我看铁道游击队看的啊，前两天还在看你演的戏，对吧？有的人会看，有的人没看。看了个暴走发现，不过只看你的镜头，其他快进。不能，不能，一定要看全部啊！对呀、对，我的镜头必须看，但是其他的也好看的，都要看啊，对。希望浩哥可以报复。随机应变。这个随缘随缘。健健康康，怪怪哪里？スラムダンクを見ますか？見てないですね。浩哥，会拍星星之类的吗？以后可能有吧。你的 B 站视频我全部一键三连了哦，谢谢，大家一键三连啊，一键三连啊！今天我发布的视频啊，对，新的我的风格，可能跟之前拍的我的视频美食视频有点不一样啊，对，不知道大家合不合口味啊？大家喜欢的口味啊？但是，我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视频，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也喜欢。谢谢。人家说好了，是半个中国人了。对啊，因为在国内的生活也很长。浩哥，日本的拉面可以推荐一下，哪里好吃的吗？日本的拉面好吃的的确是多，所以，对，但是我有一家比较有名的拉面店，那个可能在这里的大家也可能知道的拉面，这个二郎拉面、吉罗拉面、二郎拉面，二郎拉面我在东京没吃过，对，所以下次，对。对，去东京的时候一定要尝尝这个二郎拉面啊！对，量比较多，听说，也在孙中山、乌兰叔来中国拜师吧，哈哈哈。对啊，他也有机会想来中国吧？拉面也有很多种啊，对，日本拉面和兰州拉面有关系吗？那拉面是本来呢，很多很久很久以前，可能从中国转来的嘛，对吧？日本关东拉面和伊良拉面很有名啊，伊良拉面哦。浩哥回中国了，对，我在北京啊，怀念以前的天天向上。对。前几天呢，我跟可能知道的朋友，我们在 B 站的动态上也发过啊。我跟欧弟还有小五的老婆张梦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的照片啊。对，在网络上也呢，有一段时间很热门的。对，好久没见他们了。对，所以非常非常开心。对。以后啊，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我们的天天兄弟、老兄弟们啊，一起见面，然后一起吃饭，有这样的画面，那就太好了，对，对，到时候发到 B 站的动态上啊，对，韩哥前几天我跟他联系了，日本经常吃马古罗吗？经常的喜欢吃马古罗的人比较多吧，应该是。少一个，对呀、啊，今天不没笑啊，对，
也这个时间嘛，9点半那么夜里，哈哈哈。对，一个人笑啊，没和飞社长玩吗？哦，飞社长现在好像直播吧，应该是。对，他还在东京，应该是。我下次我去东京的时候，我们好好对，策划一下。上次我跟飞社长玩的视频，虽然是好玩啊，但是太突然了。对，我突然叫他过来，对，所以没有想好那个。对，下次好好想好，对，好好那个研究一下怎么拍好玩，然后下次希望好好的跟他一起合作的视频吧。可以拍多点 vlog 哦，好的好的。想跟浩哥学习日语，对，日本进度非常有趣，很帅哦。浩哥在北京哪个区啊？稻米，对，过几天我那个广告的拍摄，那个时候，同时拍一个美食视频啊，对。你发布啊，对，能不能向大家介绍日本各地的特色美食？对啊，回东京的时候也，很多想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其实很多，不只是美食，还有在日本的演员，对，还有著名的人，对。我跟这些人一起访谈视频啊，就像上次发布的我跟孙中峰先生访谈的那个视频啊，像他那样的类似的东西。所以想给大家看看的东西啊，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视频啊很多，对，所以啊，大家也要继续关注我的B 站视频啊，对，可以吃播吗？孤独的美食家可以吃播，吃播的时候一般在别的平台吃播，别的平台，某音的平台，对，吃播，对，今天刚刚发布的视频啊，大家啊，现在快到6000啊，还没到10000啊，对，今天发布的视频，大家都关注一下我的新的风格的美食视频，对，不知道喜不喜欢大家的口味，是大家喜欢的口味啊，对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喜欢的类型的视频，所以希望大家喜欢看我的新的风格的视频啊，对，开心开心极了，开心开心极了啊！浩哥演过周元吧，好像也不是周元哦，我演过那个午夜凶铃，午夜凶铃。真山大白啊，小角色，小角色，因为那个时候98年嘛，98年就二十四年前，我在东京发展的时候，就是来中国发展之前的事情。98年，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0年嘛，那个2000年的2年前，98年在东京拍的电影，《午夜凶铃》，真山大白。对，中间没机会，有一号的，应该是他的应该处女有作品吧，应该是，为什么？那大概是谢谢。宫崎骏は好きですか？哦，很喜欢，好きですよ。宮崎駿さんはやっぱり素晴らしい監督。ですよね。まだまだね、素晴らしい作品があると思う、みたいですね。
还以为浩浩哥，被封在上海了没有？我早就来北京了，我早就来北京了。对，东京简直就是一个异曲生调啊！真的，麦克有点电流，哎，真的吗？麦克有点电流吗？那个感觉不好听吗？你和中间有机会说吗？啊，没有，没说，没说，没有休息。浩哥，看过圣骑一世吗？啊，看过，以前看过。ザードはお聞きですが、ザードは以前听过，以前听过。对。浩哥，现在控制饮食吗？啊，没有。但是甜点的东西比以前少了很多，应该是，有滋滋的声，啊，有滋滋的声音，真的吗？啊，不是放音乐吗？不是放音乐吗？哈哈，天气之子那个导演叫什么？哎，对，天气之子那个导演，对，新海诚导演，新海诚导演是，他也是宫崎骏导演一样啊，非常，厉害的，动漫导演啊，对，新海诚，好多可能 B 站的观众朋友们也喜欢看新海诚的电影啊，对，浩哥看起来好年轻啊！你在北京哪啊？不说，呵呵呵，新海诚都49岁了哦，我比他还高呢，我比他还大呢。你认识上下之久吗？山下智久さんは存じ上げてないですね。お会いしたことないです。没见过。来自誰？谁呀？你好，初次见面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你长得真帅，好像一个明星啊，好像一个明星。没有，我是一个演员呀，我是一个演员，你是 B 站的博主是吧？B 站的博主是吧？我今天刚做直播，之前没有刚做做直过。播然后，啊，真的，对，好是的。好，那然后我的房那间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。啊，现在嘛，啊，那哈哈，挺好，咱俩挺可以好。先互相关注一下，好吧？哦，那个我那个 B 站是那个什么？我 B 站是那个公司管理的。对，我要问问，对，到时候，对。关注不可以关注吗？因为我的账号是不是我那个公司管理的？对，所以对，要去确认一下公司那边，对，那我关注你好了，你长得真帅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没有，你漂亮，你漂亮，对，谢谢。也挺。我今天第一天直播，然后我说我研究一下这个直播间嘛，然后看有 PK，我说我连一下试试，然后没想到居然你能接我。之前我连了很多人，然后他都把我拒绝了，好尴尬。真的，我不会给你尴尬的啊，对，我不会给你尴尬的，对，大家都那，大家都，对呀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刚开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出事，对吧？啊，还没有出事，对吧？对，什么百万粉丝也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熟悉的啊，什么都不太懂，所以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说啊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啊，对，我要再接再厉。再接再厉，对，没错。你今天到几点直播呢？大概
玩到几点我呢？一般是晚上6点到12点。哦，哇，那么说你是那么长时间浩二，啊！啊，是小兵张嘎的演员。哎，你说啊，哎，你不知道找我了，你不知道我找我了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然后我见到你，我感觉很眼熟嘛。然后，不，我说像好像一个明星，但是我不敢认。哦，真的也有这样的啊。啊，真的真的啊，反正啊，这也是呢，这也是这样，也缘分是缘分啊，对，然后今是的，真天，的是缘分。对对，你今天要玩到12点的话，还有2个半小时，还有2个多小时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两个多你小时，一般几点下播啊？我 B 站直播好久没来了，好久没来，今天好久没来了，大概差不多1个多月以来。一个月以来吧，这一个月没来，对，今天好久没来了，因为今天我刚刚发布新的视频，所以那个这个，为了给大家宣传宣传，对，然后来直播娱间乐了。圈大佬级别的，大家说你是娱乐圈大佬级别，我真的我居然不知道，怪我，对不起。也没有，这也不用想那么多，对。这也是缘分，对，哈哎，哈。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啊？你的中文说得很好。我是日本人，我是日本人，那你中文在哪里学的？没有学习，没有学习，因为在这里生活很长嘛，所以自然会学会了。对，因为我的中文一不直是那么在中国好，生活，挺好的。如果，比我说话好的老外多的是儿，哪里呀？对，我真的我不知道，我也我不一知道般你是般，演员，我也不我知一道你般般是世外界国第人。三的，对，我以为你就是普通的一个主播，没事聊着玩的嘛。然后我还就发了一个 PK 视频。真的真的，啊，这是缘分。对，那以后真的，你也那经常直播啊，对吧？对对，吧？那就我一般是晚上6点到12点直播。6点到12点大家多多可惜你也没有关注我，因为你们公司的原因嘛，可能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对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看大家都多对方的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的粉丝，我叫我的我暖阳，的网名叫暖阳，暖然后我阳的啊，真实名字叫娇姐，对，暖向阳我啊，推做荐。对方的暖阳啊，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啊，多多关注一下啊，大大啊，多多关注一下，谢谢。刚刚开始直播的啊，暖阳啊，对，对，还不太熟悉啊。然后对，多多他朋友说们你。教导一下，对吧？跟他交流一下谢啊。谢谢谢。对，然后我这边说的是，我这边粉丝说我的运气真好，演艺圈的大佬被我连到了。呀，真的，对啊，我也对。很少这样的，很少这样的，这个，对，很少这样的情是况的，真啊，的是缘分。对，加油，对。B 站，B 站，你为什么喜欢吗？喜欢 B 站的空间吗？还好。然后以前没有做过直播，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嘛。然后现在就是今天第二天，昨天第一天，然真后今天的，第二昨天天做直第播。一天，啊。以前没有做过直播，也没有玩过 B 站，也咱啊，我吗？我的咱，不好意思，粉没丝有没是有，我这边。啊，然真的，后对，然后今天第二天，没有玩过这个，只是想试一试。挺好，那以后明天也还会继续6到12点是吧？对，6到12点。那挺好，那主要是什么呢？聊天是吧？对，主要就是聊聊天嘛，大家做做互动。挺好。那我有时候唱唱歌呀，念念诗啊，
练练诗呀，练的挺好呀，怎么样？对他说：“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加阿油的时候黄。站歌呀，站歌，唱歌，唱歌呀，你唱歌给大家听呀，这挺好唱呀，对歌不好对？啊，老那师我说来。话也会腻了嘛，有的时候站歌，还要念念诗，对吧？对。我现在唱首歌好不好？现在我不用了，我差不多我还有6秒钟就结束了。你，哦，那对对对你，对对。那你表演啊。哎呀呀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挺好啊，挺好啊，啊，也没啥尴尬呀，尴尬什么呀，啊，对吧？怕尴尬什么呀，对吧？嗯，这个挺好嘛，聊是聊嘛，对吧？嗯，是又 PK 邀请，又 PK 邀请，哪位邀请了？你好，初次见面是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吧？这是我第一次连，就是明星，真的，我之前只是在飞机上见过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连，还是第一次，有点激动。真的，你对。见过哪位明星呢？飞机上见过？我见比较多，因为我工作是干这个的，所以那啊，个。是空姐的是吧？对，空姐，所以见的明星还哦，是，都是对，那边拍，风景好。对，虽然都是拍戏，大对，地什但么是的，对，但是还行，真。可以可以。那边云南那边有一个演员，游龙光老师，游龙光有一个演员，于荣光，哦，就我知道，那个对，经常杨在丽云萍南也拍是戏，云南的。对，所以啊，我参杨加丽过萍他就的经戏，常，是啊，你也见过您吗？先说，我也的，所杨以丽他萍见过，啊，真的啊，所以对，我刚刚，她是那个，你嗯。说，你说。他是那个 他是那个坐飞机，然后去出差，可能就飞到我那趟了。完了之后就见了，但是没有打扰人家啥的。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对，啊，真的，对，那你有吃什么云南的好吃的吗？云南啊，云南就是过桥米线，可以啊。其实他其实在就是这种比较大众的话，是那个小锅米线。小锅米还有线什么臭豆腐米线？啊，对，臭豆腐米线，这没吃过啊，好吃臭吗？没事，等你下次来，我请你吃个够，真的。哦，真的哇，好 期待呀，好啊，期一定要联系我，一定要联系我，我截个图，待呀！就当合影了。真的，我天！云南怎么样？现在气候怎么样？热不热？怎么样？气候现在的话，就是早晚温差有一点点大，其他还好。白天呢？白天呢？大概多白天前几天下雨，有点冷，这两天又有太阳了，所以就还是那暖个和，比较热暖乎和的白天热乎，对，真的，云南就是夏天的时候挺好嘛，不是太热嘛，夏天的时候，对吧？云南夏天的时候不云是南也太还热吧？行，有时候不像也北很京，热，但是相对于什么武汉呐、啊、那些地方来说，还是比较凉快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基在本武汉上，待过，主要是武汉那个夏天啊，太热了，我受不了，太热了。对啊，云南的话基本上不用什么空调呀什么的，不用嘛，对吧？冬天的时候对，也空调不用，对啊，但是冬天的时候也会有特别冷的那几天，但也就有几天特别冷，后来哎就呀，不冷了。嘛比较短暂嘛，比较短嘛，对吧？啊，冷的时候，对，特别短暂。也挺好。你会唱歌吗？唱歌。唱歌，会唱歌吗？会唱吗？有没有？很难听啊，很难听。对，特别难听。真的吗？给我特们别难听，算了吧，我怕那算个了吓到你，真的很难听，啊，贼难真的听。啊，一般直播的时候你不会不唱了是吧？不唱了是吧？不唱是吧？你直播的时候一般真的很难听，带聊什气么？泡音，对。聊天是吧？一般。对，我一般就是直播是聊天。聊天，聊什么内容多呢？大家可能问我，
比如说航空之类的比较多一点，但有时候哦，也会有那些喷子，所以就那什么，行，哦，现在，嗯，哎，有什么？我知道的我就会说，哎，不知道的我就不说。嗯，哎，以前有没有见过？说过最好玩的乘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吗？最好玩乘客不多见，反正啊，撒是的。泼的还挺多的。哎，什么？大波，撒泼耍赖的挺多的，超波说了是啥意思就是有一个年轻的男性，比如说啊，就讲解他年轻的，身强体壮的，就感觉就是小年轻。他上来就指着我说：“你帮我放一下箱子，那么大个箱子，那么沉。他虽然说箱子有限制吧，你超过多少是不能当手提行李上来要托运，但是他那个箱子其实也挺重的，他就让我放，我都懵了，我看着他，我说我放不动。哦，对，然后 他对，是很壮的男的嘛，对不对？反正他也不壮，就正常男性。正你说常。正常男性肯定能自己放上去，对不对对？啊，对，他就让我那放。你你说我，这是让他说让你啊？弄是吧？对，他就直接跟我说让我放。一般没有男的说让女生帮忙放箱子，但是他就直接让我帮他放了。这，我然后呢？结果呢？嗯。怎么解决然了？后我说我放不动，你要不帮我一起放，要不我没说话，然后他就自对己呀，放了。那要不一起来？对呀，下回对，呢，帮忙一下可以嘛，对吧？但是这样很容易被投诉，就是我们这样的话，啊，真的。后来呢？那个男的对，他会说你什投诉么了吗？啊？后来那个男没的有没投有，他没有没有？投诉。哦，嗯，哎呀，幸亏他没有投诉，他投诉我还得写什么检查之类的啊，事情真经过。的，哎，嗯，还有就是，对。比如说现在什么疫情啊，不让换座位，有的人就非要换座位，非要换座位，你怎么跟他说他都不听，一定要换座位。真的，哎呀呀呀，奇葩比较多，啊，真的，哎呀，嗯，嗯，这个之间呢，多多理解他俩啊，互相理解啊，互相理解一下啊，这样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理解那对啊，那也有各种各样的的，嗯。人啊，呀，今天谢谢啊，小左啊，拜拜，感下谢次来啊，记一会儿也得多，让我叫我请你吃饭哦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啊，挺可爱的啊，小左，我现在在北京，我现在在北京，对，今天大家啊，我刚刚发布的今天的视频啊，大家多多点赞啊，多多点赞，然后今天发布的视频我新的，对，新的感觉的啊，美食视频，跟以前比起来，有点不一样的，对，所以大家啊，多多支持一下，我的新版的美食视频啊，我的新版的美食视频，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啊，今天刚刚发布的啊，今天刚刚发布的我的新的版本的美食视频啊。对，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啊！对，意见三连啊！对，然后，好了，是喜欢民众党柯南吗？あんまり見てないですね。ごめんなさい。人生25年、第一次看你直播，哦，真的，以后多多看哦。对。日本独家的饭就在哪里播？我们幸亏在北京，不是啊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真有13000人的，对。非常让人胃口大开。对，今天刚刚发布的视频啊。菜的品种多，所以大家看这个视频就真的胃口大开，对，流口水的，对。如果吃晚饭啊，吃中午饭之前看，肯定会流口水，对，所以，对，
大家多多支持啊！今天发布的我的新的风格的视频啊，对。百万粉丝能牛圈吗？哎呀，女装是，女装要吗？想看吗？我的女装不想看吧？如果我的话不想看，我的话不想看。你喜欢数码宝贝吗？数码宝贝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金九，一号风书一级，一点神圣，汉语是怎么练出来的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没什么练出来的，就是待的时间长嘛，自然会学会了。对，大家不要为难十月老，为难我了吗？我没有感觉，为难我什么了？有人说什么？对我不利的话吗？我有的时候真的没看见，或者是没完全不在乎。这个，那可能有些朋友呢很担心我，对，这也很感谢。但是，如果什么说不好听的话也，我看不到，就真的看不到，真的。自然会处理这句话了吧？对，然后我就找，然后有些人说：“大家注意说话呀，什么什么。”但是有人说我不好话吗？我真的没有发现。浩哥现在挺好可能我以前也是什么，比如说在生活上、什么工作上也是那个发现一个这个轻松，对，但是一定要学会敬语，尊敬语吧。敬语，对，然后必须要用敬语，就是 please 嘛，please。中国话的话，请，对，必须前面说个请什么什么，请什么什么。日本的话，我经常都是这样的，对，好多敬语说法有各种各样的，再说，日语里面，所以比较麻烦，对，比较麻烦，对，现在不适合出国。对啊，日本真正好棒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日本人是不是很喜欢出国？对，很喜欢出国啊。对，很喜欢出国。你在上水主持，演的不错啊，谢谢。再等一小帅主持演的不错，谢谢。新奥特曼肯定不好搞啊，奥特曼我最近还没看，呵呵，没看。我现在在北京，北京。九州，上次我在九州沐浴，海上沐浴季里面看我了啊，谢谢，今天刚刚发布的我的新的风格的视频啊，大家去看一下啊，还没看的朋友啊，一定要关注一下，喜欢的类型的视频，所以啊，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的新风格的视频啊。可以叫风叔一起来吗？我现在已经在中国国内了，北京了。孙中风先生以后看疫情的情况疫情好了然后他也会来的。对，后来是来中国多少年了？22年了。22年。可能有些大家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北京了。对，认识周星驰吗？没见过，呵呵。老是多多品尝中国美食吧。对啊，对啊，看看，请问你的中文是什么时候学的？
什么时候学的？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学，对。要风叔一起来拍戏，嗯，我也希望是这样。近期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吗？哦，近期呢，在别的平台，在别的就是某音，某音在别的平台上那个开始直播带货，还有其他那个接的那个广告的拍摄啊，然后近期比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，拍一个纪录片，对，这是很大的项目，而且时间段比较长。具体现在不能讲，但是呢，可能开始的话，5月份就开始了，而且需要很长时间，大概需要3、4个月的时间来拍摄的，但是不是全部3、4个月的时间啊，就是。时间段3、4个月了，但是我可能拍摄，可能20、30天左右吧，应该是，对，比较大的项目，对，到时候开始了就可以跟大家讲啊，对，所以现在各种有各种各样的对工作项目，对，所以。但是呢，有时间的时候一定会来这个 B 站的直播间啊，对，跟大家一起互动，挺好的。下次让公司安排一个房管，也挺累。你在北京就，你需要现在需要保密，对，现在需要保密的，对，保密的，你跟那个什么何其梦合作，记得啊？不是他们的，不是他们，不是他们的，我的是那个电视台的纪录片，二哥觉得汉字跟汉语哪个更难学？汉字跟汉语，看这后哪个更难学？那汉语吧，二哥多点直播，单身二哥，现在在北京，我现在在北京，是日本电视台的纪录片还是中国电视台啊？这个呢，怎么说呢？这个说了就有点那个了。反正现在说电视台吧，先不说哪个台啊，先不说哪个台，就是电视台。刚干了一遍手。江哥啊，谢谢，哥，你的中文真的很好，谢谢，好哥来中国都20多年了，对，22年了，好喜欢，好的，谢谢，哦，现在一万七千啊，对啊，以后3万4万左右过来吧，差不多1个小时了，差不多，今天直播1个小时了，大家多多支持啊！今天发布的我的新的风格的视频啊，新的风格的视频啊，对，大家多多见到，最好有些人呢，5、6个小时我这边可能做不到了，对，是的，真的谢谢今天啊。今天谢谢大家啊，今天在线的朋友们啊，18000了啊，对，然后对，对，然后大家啊，多多看一下啊，我今天发布的视频啊，大家多多点赞啊，多多点赞，然后大家希望支持，多多支持一下我的新风格的美食视频啊，今天。第一个新风格的视频发布了啊，希望大家喜欢看啊，好，更多的朋友们喜欢看啊，谢谢，好，那就今天先这样吧啊，改天见，允许明天，反正改天见吧，先不说明天啊，好，那今天谢谢啊，大家，大家睡的啊。祝大家睡个好觉啊，然后，
做个好梦。嗯，大家明天也上学的人，上班的人，加油啊！大家今天好好休息一下，拜拜拜拜，我也休息啊，拜拜拜拜，晚安晚安，做个好梦，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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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个好梦。